好。今天又是一个画面被卡死的那个啊！干你老师等一下哦，我的画面又被那个切到。现在游戏为什么都不给人家点那个？点那个？游戏截取。好，不管。喂喂喂。喂今天来玩这个黑色契约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角色捏得很丑，而且我奶竟然你知道紫紫的，这是有什么东西插在我奶上呢？还是从我奶上面长出来的呢？我也是不清楚哦。看一下蒙哥给你们一些伺服器资讯之类的，它有音乐，太好笑了吧？哼，形象契约目。它是可以这样子动的，是不是？怪，没有期限服务哦。对哈，谢谢续 I 100卡卡亚库，谁100卡卡亚库？Z215538 7，感谢。这游戏是都没有人啊？为什么都没有人啊？太恐怖了吧！连那个对话窗都没有人哎、欸，有这么一点点。寂寞孤独，现在 Kings K 0422很舒服，谢谢。仓库管理任务，离开，打开仓库，这什么啊？精炼强化磁芯最高级，看我整个里面都是精炼强化磁芯，太强了吧！阿杰大小，新闻，新闻还可以这样放啊？这个好，我惊死死呢吼！谢谢 Johnny 嘎一，还有 Levold，感谢感谢。我记得他有说，他等一下我看一下这游戏这一次叫我来干嘛？他说我们要玩这个新职业冲枪手，我这个职业叫冲枪手，是魔法系的输出啊，使用看起来像枪的枪，穿皮甲啊，反正就是我很强啊，然后嘞。哦，有一个活动，今天开始到4月20号有一个活动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是 Yamamoto Daisuke 退局账号，等再活5个月，再会了，大哥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不过既然你只能够活5个月，就只好跟你说再见。谢谢 Start 5039，感谢感谢。它上面有写说，从4月6号改版开机后，就现在这个时间点到4月20号。这个14天2个礼拜的时间之中，所有玩家，你只要去活动网页登录游戏账号，你就可以直接拿到一个等级130的角色，好不好？屌不？WK Phone，还有 Ayano Sakai，抓欧陆21，I am much。谢，我看一下要怎么跟你们分享这个东西。好，反正就是从现在开始2个礼拜内，你可以领一个130等的角色，有一个活动网页样子。他除了送你130等的角色以外，还会送你一些有的没的，而且好像还不错的样子。有没有活动网页之类的可以给你们看看？啊，来来哦，有了，我看到领取角色网址了。点我领取活动角色，我发聊天室给你们好了，好不好？你只要照上面说的，你就可以领一只角色了，剩下你自己想办法，不要问我，我不知道，总之就是有一个活动领取这样子，然后。好，5道麻烦，我用手机来看好了。
不然我每次都要切画面。I love a lady. 他一开始打还打成陨枪手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打陨枪手？明明他活动上面全部就写冲枪，而他寄给我信上面写陨枪手。直播介绍资料，好，来我看一下直播介绍资料。开启强化界面的方式，使用滑鼠点右键点击强化磁芯，或左键点击道具栏下方的道具强化按钮。来，在哪里？哎，背包。啊、哦，我一看就知道了，我马眼一看就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用。啊，是怎样？谢谢修。修的啦啦，感谢感谢。道具强化，好，道具强化就可以直接开启道具强化按钮。然后嘞，那我要怎么强化？强化道具，把这个放进去吗？磁芯登录，好 ，How can I 磁芯登录 this？啊！我要先放个东西，什么东西？可是我现在全身都是加15嘞，已经很屌嘞。你有必要再加吗？还是有那个，有这个啊？这也加15啊，靠呗。这样子，加0加1，强化失败，等级维持，强化成功技能加1。哦，强化成功我可能加2级，那我要放这个磁芯登录。哇，我直接可以加12次，道具强化。魔灰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先确定一下我这东西装上去有没有效果。魔灰是装哪里的？奥义密教，哎，不啦不。限购买 VIP 者才能使用。干啊，我就没 VIP 啊，我就过气啊，好啊。工商不给 VIP 的，等级155以上。啊，难得。时装。哎、欸，啊，这个要拿来干嘛嘞？可以吧？这个就是看起来就放在这边的啊。限购买 VIP 服务者才可使用。为什么？它上面有写 VIP 可以用吗？账号专属道具，没错啊。116、116、155，这个比较强吧？大哥啊，大哥，为什么我没有 VIP？ 为什么我不能够强化？啊，应该是可以强化啦，只是我强化了没有用。哎、欸，我看一下，谢谢 Roger， 很多啊，113。感谢。哎、欸，阿他妈怎么装不进去啊？大哥啊，这边不就是绿蓝蓝的？你怎么练那么快啊？因为我是大和号，好有阿号嘞。也交流成功。啊靠北啊，这个他妈怎么装啊？这个东西强化上去应该就是要可以装吧？好啦，算了啦，那我就练个名家米索利轻型皮甲怎么样？这个够屌了吧？不然我就练这个嘛。脱光光，这我他妈空间不足不能使用。大哥啊，我什么都不能用啊！契约小铺使用中，你有卖什么，小哥？啊，看小哥你屌我。谢谢 S78940001， 感谢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我要怎么办？我又不能强化。你看我这个又拿不下来，装备中道具不能强化。哎、啊、呦，不让我拿下来，限 VIP 者才可使用，真的是有个靠北啊！我到底要怎么办啊，大哥啊？这样子要怎么强化嘞？啊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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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强化这个我根本用不到的东西给大家看看。好不好？我磁芯登录，道具强化，有没有加一？屌波，我再加一，干，我他妈还是在啊？有没有屌波？有没有加18了、嗯？超猛！我再加，干，变加17了，我又再跑回去加，啊，有没有？你看又加2了，够屌了吧？够屌了吧？啊，现在，哇，还会降到3了，太夸张了吧？我加19嘞，这个我一定拼。
加二十，好、哦、有没有？够屌了吧？好了，我加二十了。虽然我不能用它，可是我把它加二十了，很强了。那我们来加这个看看，这怎么样？这个是这里加15，干什么都没有。我、哦、又再跑回去加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阿酱，我是不是有空间了？哦耶，我有空间了，滚！干！哎、欸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干！我超强耶！ Yeah! 我终于会玩了。原来不是我没有 VIP， 而是我没有按好。有了有了，我现在两个155的，够屌了吧？哈！我全能空间改造网，我再来强化这个。耶！来干！耶！加16。17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一定过。我这个加2、欸，加2，干没了。加1，干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人心不足蛇吞象了，就加17，够屌了吧？你看，明明是新闻，结果装备起来之后变成一把大屌枪，而且还左右手各一把。新爆气流射，那边还有一个卡蒂喵喵喵，嗨，约吗？谢谢 JEVV521344，感谢。刚刚是不是还有那个？有没有别的？没有了。好，感谢感谢。哎、欸，还有在动呢、欸！干，你后全身屌装，金光闪闪，还拿一把大屌枪。这把枪跟我的枪其实有差不多大哦，你有没有兴趣啊？他只跟我嗨、欸，我看他是没什么兴趣。你是不是不会打字啊，大哥啊？约不约？你要直接讲啊！约不约啊？我上线直接已达1小时、欸，真的假的？这游戏1小时也过得太快了吧？我不是才开台15分钟而已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他到底要我介绍什么。我还有强化道具，强化到最满就是20了，所以我有一把强化满了，运气还不错。另外一把17，好没了。还有主要想要那个介绍的东西已经介绍完了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各位今天收看。可恶，我的订阅被忽略了，只好边缘的斗一波了。我看 ，Holocon 5226，好不好？有看到了，感谢感谢。然后还有。Oliver Winstyle， 感谢感谢。哎呀，他就一个嗨而已，我看他是不想屌我。这对忠实粉丝，哦，忠实粉丝也狂奔。好，我们出去打怪看看。魔法之剑集中射击，训练用傀儡。我这边新手村吧。我看一下我的技能之类的角色，自动分配。哎呦，我好多那个，我好多技能点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怎么办？我身为一个他妈的。这个智力角色当然就是全部加力加智力，这能不能够按住 Ctrl 一次加很多？哎呦哎呦哎，他又不会自动分配，我加290，好不好？然后身为一个角色呢，再加一点敏捷，够屌了吧？812，想射谁就射谁了。然后嘞，技能攻击，哦，我有好多技能啊。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可以干嘛，所以我决定全部按上去。嗨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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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そうですね。雷神 MK2 ですね。疯狂扫射、轰炸目标、彗星射击8 ，auto 加8。我手指头没那么宽，最多7就好了，放这边好了。雷之卫星、日落导弹、爆炎弹、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还有辅助技锁定勇气亡命之徒，你为什么要一个人在这里？因为我的角色创造在这里。这是什么？欸，我可以升技能是不是啊？哦，我技能点数超多欸，神人，看我技能等级还神人欸，模拟战斗。致命伤害增加，暴击率增加，狙击计划，
降低回避率加200，我一个射到出血，点点点，点三小干，没有装备神剑的状态下无法使用圣者之力大地光环。好，我有大地光环了，谢谢大家。我为什么 unlike it？ 自身强化，干太帅了吧！暴力镇压者。战斗模式一发动的状态下，不能同时使用暴力镇压者模式。冲枪手觉醒，强化攻击之力，变身为使用星际格林机枪的暴力化身。哦，彗星轰击，从空中朝地面扫射。星际飞车，按飞车键才能召唤星际飞车。那你们等下先去学说星际飞车键。哎，这怎么会粘在我的手机上面？好，训练用傀儡，来，我们都要打开。一，哎呦，还蛮帅的。然后远攻脚一，啊一，一，哎呦，碎了、哦！哎呦，碎了、哦！好啊！哎呦！A 加一嘞，碎了，好、哦，哈哈哈哈哈！现在让我去做这种趴、啊，还、哎、好啊，他们雷神 MK2， 还有一个范围技哦，啊，好啊。是不是做一个线上游戏？这也太趴了吧！那我们来把一些东西放过来好了。大地光环，自身强化，这应该按右键就会强化了吧？虽然它强化时间很久。丛林顶脚爆，哎呦，顶脚爆，好嘞！加三欸，就直接叫加三了。顶脚爆！哎，有我看一下有没有比较趴的技能，我们来升那一招。而且他放技能，不知道要不要消耗，应该消耗 MP 一类的吧。这个看起来太趴了，我决定升一点彗星射击。来来，挥一下，挥一下。升个五等。哦，还有写征服哎，升个十等应该可以吧？好了，雷之卫星是什么？雷之卫星感觉也是蛮趴的啊！哈！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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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操！人家线上游戏做这么来劲儿的，还有什么？这就是一般攻击嘛，集中射击、魔法之剑啊，日落导弹哎、欸，确定一下日落导弹屌不屌？哈！嗯，华而不实。看一下它的那个效果哈，日落导弹，日落导弹，追加攻击力击倒，击倒用了，爆炎弹哎、欸。爆炎弹就很趴了，我喜欢爆炎弹升。我觉得召唤系的比较屌，召唤系虽然施法时间超久，可是叫出来真的很屌。啊哈！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时间这 CD 好快哦，爆裂极光，妈！再也不用一天只发射一发了，我想射几发就射几发。来，升一下爆裂极光，这个技能应该可以升到五十级之类的吧？我们升个十，大概就是菜比巴在升的。哦，这是谁啊？猿猴战士，死吧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看我们猿猴战士也是，妈的不耐烦了、啊。还有什么？毁灭复仇，烟蟾蜍，恶心！觉得有点不够趴，女武神奇醒比较趴。我觉得甩果树看起来很鸡掰，操！哦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也还好。雷神 MK2 就真的很趴了，我的最爱。哦，这游戏很有劲儿。只是我现在这个等级我都155了，这边怪一定超菜啊！50，啊，这东西还有个50等哦，真的假的？那我应该要想办法飞去一些比较强的地方，可能打起来才比较有劲儿。
也可以，也比较能够确定就是什么技能比较强之类的。变异吸血纹，恶心，是不是？看到变异吸血纹我就受不了，太恶心了。A 六是什么？这个倒是什么忘了。感觉很像我们日落导弹的加强版，我喜欢。疯狂扫射，扫了扫了。魔力征服骗70%，有没有地图一类的、啊？有哎、欸，那、啊、我有没有办法飞啊？狩猎难易度，哦，红色这边比较难，是黄昏湖畔，无限制传送 ，death。要使用无限制传送吗？我又没有钻石，给我钻石，大哥。让我求你了，从信箱寄两封钻石给我吧。干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还有什么？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技能了。一家企业。啊，这个也还好。毒浅草，不对呢，这边等级越来越低。我刚刚那边还有个50。可能要想办法飞去比较强的地方。GPS， 机械之都。哎呦，你看他这边有写了，资格145到200。我应该去变异森林一类的。啊，我要怎么飞？要前往契约小铺吗？啊，我有写吗？极限磁心带，嗨。力量金石商店，不是啊，大哥啊，你把我放在这边，什么时候碰住啊？哦，这边有写一个，这个好，我们就抢。左上角，来 go。看来不用飞了，我直接用跑的，有机会。这边趁这个路上看有没有一些更强的技能可以点好了。这是什么？锁定。哦，先释放了 debuff， 勇气，哦，真的都是 debuff 哎。尖端科技，玩命之徒，好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哦，这个是那个，哦，这是不是副本？无法进入，为什么无法进入？有菜子，我要相应的道具。DP2 单人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可以进入隐藏战士誓约的冒险溪谷。那不屌我，欸，我只能在这边打那种菜兵了，甩果树，死吧！其实他也没什么感觉。谢谢 XDORZ00， 感谢。我要去哪里？异次元空间，还是我回去一开始的那个镇？你看这边写155，可是这边才55。黄昏湖畔国战，啊，我回去一开始的镇，看有没有地方传好了。猿猴战士啊，可怜啊！我这个人比较凶残，我看到猿猴战士我就受不了。哎呦，可怜啊！哇，轻型钢铁刀，哎，这有近战角色是不是？拿刀的应该也是蛮趴的吧？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东西干两枪不会死，也太强了吧！因为这边好歹也是55等的地图嘛。不对啊，这个这么菜。我家在哪里啊？这里。那鬼鬼祟祟。魔法之剑，好了，我回到一开始的城镇了。还有没有那个嘞？有没有什么传送角之类的？卡蒂喵喵喵还在这里耶，还又不约，又不去练功，你到底来干嘛的？也不去领130等的角色，去勒科斯港。哎，我传送到勒科斯港。魔界地狱。啊，这边音乐怎么这么突然变这么来劲儿？哎，啊，我现在还可以去哪里？音乐好那个哦，70年代啊，
羽毛过敏兄弟爱，去暮色雨林，前往塞里尼亚。啊，我如果去塞里尼亚，啊，塞里尼亚190哎，我过去吗？要 WAMP 的话 ，Level 190以上才可以。干。啊，我也不能去魔界地狱啊，不然不能去黄昏湖畔好了。我魔界地狱160，你至少给我练到160，那我去高等一点的地图看一下。托勒斯头上有任务，解到死。线上游戏耶，这个线上游戏到处都没有人哎，好孤独哦。有没有要来陪我玩？虽然我也只玩一个小时啦。烟甲龟哦，可怜哦。好了，我来到异次元空间，黄昏湖畔吧，黄昏湖畔可以吧？哎，好，我来到了黄昏湖畔。这音乐也太舒适了吧！哦，这边有那个更强的幻影之城，可是那边写的国战哎、欸。哦，这边比较强了，125，你看他们名字变成有颜色了，嗜血土著。哎呦，哎哎，吐！哦，村庄和漩涡区内不能使用攻击技能，好吧，土著哥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呦，可怜！好像比较强哎、欸，强好多、哦。哇，这土著法师摇屁股，怎样是哦？是哦，啊是哦，钢铁傀儡，啊是哦。这游戏打起来还蛮来劲儿，哈哈哈哈哈！刚你回来好硬，大哥别捅了，别捅了，别捅了！继续，这都是无敌，还有击倒性能。别打、啊！我的钢铁盔超硬。可是我攻击动作超慢。我觉得这招好用，好用的范围技。受不了了！上面写着翡翠狮子盔甲变哦，这个翡翠狮子盔甲很猥亵的意思吗？大哥别打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哎、欸，这边竟然是安全区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哥，很痛啊，很痛啊。我看一下这游戏，我想强化一下我的爆裂极光，好用。这游戏有没有什么可以衔接的动作啊？我刚看一些衔接动作，好像做得到，还蛮帅。名誉点数增加一，不辣。公开为了未来的价值成就内容，我觉得我接技方面好像要比较顺畅一点。有信收，来自 GM 的，拿去花，花花花花花，这个我一定花，吼吼吼吼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啊，我花了花了花了，哇塞，开玩笑，谢谢 GM， 觉得人最好了，
如果是女生的话，怎么样？也不怎么样了，干！我也好想约一下。不过男的就算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我看一下剧院给了我什么。他给了我一个星际飞车卡，还有力量晶石组合包，使用，谢谢大家。看三小啦，我在看我的大爷之力在那边搞我。好，啊这个嘞。我有那个星际飞车卡了啊！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开启星际飞车技能？强化特殊星际飞车、哦！谢谢大家。看，好高科技哦！两个是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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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游戏蹦跳，这同手同脚，南坡步伐。作为一个钢铁傀儡，竟然要使用南坡步伐，我要甩尾，太屌了吧！这应该轰打哎！呜呜呜呜呜呜！我炫炮大车哎，好屌！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路过路过。哦哦，是哦。哈哈，车也好帅。骑车的时候不能使用一般攻击和攻击技能。不是啊，啊我怎么下车？其实我也真的是很想要下车。好、哦，有了，有下车了。啊啦啦啦啦啦！这技能接不起来。啊、好帅啊！这应该有更好的接替方式吧？我觉得我接的并没有很顺。有没有哪个大哥玩过啊？教一下，这有奶奶先打干。我才发现我没有什么补品哎，我快挂了。大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们长得好丑。哇，这好有以前小品游戏的快感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死了啦，靠北啊！我没怎样，妈不过朝你脸上射五枪而已，我新职业，给你尊重好不好？啊，怎样？给你尊重好不好？干大哥，新职业，给你尊重好不好？耶、yeah. 啊！我应该可以买点补品吧？有没有补品之类？契约小铺，好。契约小铺有没有补品？滑板飞车，飞车特效重置卷 X 三系列，他妈太屌了吧，大哥啊！可是我 cash 是零，这是台币吧？应该有别的东西可以买吧？力量晶石应该是可以买，用力量晶石买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谢谢 Shadows 1994，感谢感谢。嗯，真怀念以前的时光，我甚至不知道你是谁啊，大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的？契约小铺不是啊，不是这个，应该有个什么东西可以那个吧？哎、欸，我不是很懂这个游戏，无限制传送。
买。好了，我现在无限制传送了，我现在想回家就回家。我要回到我最初的起点。无限制功能为开启状态。啊，好啊，我开启啊，我要怎么回家？那我回家，大哥。储存点，异次元之门，副本入口。哎、欸，啊，我要怎么回家嘞？哎、欸，有没有什么回家按钮之类的？点唱机？不是啊，点唱机三小靠边、啊。有没有那个？我要怎么回家？干，我没有家。哎、欸，哦，回城零食啊！我看到回城零食了。啊，哦，这边就是城。回城零食所剩不多。界地狱不是啊，我要去补东西啊，买个血之类的，我都没有血。这个真的很难救，不是啦，大哥啊，你在干嘛啦？我要回家。看，如果我真的有个家可以回就好了。呜！回家这个词儿怎么这么遥不可及？呜！觉得音乐，沧桑之中带点激昂，也是蛮来劲儿。哎呦，防具商人阿格里斯，阿格里斯是很丑的意思。送个开台号，参哥感谢开台，今后也请继续加油。好，感谢感谢。啊啊 L， 感谢感谢。哎呦，阿格里斯，我看真的是阿格里斯哎，我天哪、啊，是哪一个年代游戏啊？这么阿格里、啊，我看看兑换商人，杂货商人应该有卖点水之类的吧？打开杂货店，谢谢爱学者炫，好不好？炫 ，HP 回复药水大，5.5秒喝700，应该可以吧？大量购买，哎，大量购。五万 ALZ， 干，我 LZ 就有2033啊，我连水都买不起啊！力量晶石能不能够买水啊？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拿来买东西的地方 ？Twitter， 哇，契约小铺，干不是契约小铺啊？各式药水，我还可以用台币买药水，好屌，99个，哇哦！啊，负79 cash， 抱歉我没有钱，怎么办？我连水都买不起，我要怎么玩？导师、魔法商人，不然好吧，先点点技能好了，技能够强，或许就不需要喝水了。哎，最高等级才20哦。真的假的？那我不就什么都可以点满？那我要把我喜欢的技能点满。哼，我想说这个账号是一定超屌，钱超多，装备超好。哎、欸，你有一封新收件要查看吗？吃下去 GPS 可以跨地图传送哦。好，喝补品喝到爽，好啊，喝到爽，好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谢剧院。如果你是女生，我一定跟你交往。吃啊，喝到爽，喝到爽。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是不是有人订阅？谢谢 Jerry T S A I 1998，感谢感谢。哎，好像还有一个。还有这个Can Light TW AZSX14896 KFPS 40402，感谢。还有这个蜜露0666，感谢感谢感谢。好了，我再不用愁没有钱没有家了，这是富二代的感觉吗？太爽了吧！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妈富二代，富二代有甩我，是哦是哦。
不是，我又可以回去打怪了。刚刚是去哪一个？黄昏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好，我先点技能，然后你们说这个游戏要怎么接技？这游戏我用屁眼看就知道它可以接技了，可是我真的不会接。可以教一下怎么接吗？点一下那个辅助技能，刚不是有一个那个强化？哦，这个不能点，可惜。辅助技能有点勇气，减弱敌人士气，提升自我能力。哈哈，我要提升自我能力，勇气。我们都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，让自身能力短暂提升。我不想要短暂提升，高科技闪避敌人攻击，锁定标记敌人攻击弱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急，别急，我的技能点超多，干！可是我发现它不是点一点加一，它点一点会扣到五呢，好贵。我看有没有喜欢的，特殊薪资枪，还有什么连续技，可以使用可以连续使用技能的模式。好了，佣兵技能，翻滚，检举不法。城市使用者跳舞，好的，让大家看看我捏上面插一个奇怪的钻石，有点超丑。假赛，我明明要坐下，屁股却翘超高，大家再看一次。哦，哎哎哎，还可以哈哈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妈，我面前有个女人这样笑，我一定甩她两巴掌。你他妈再笑笑看。连续技能在有攻击对象时才能使用，应该就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再点一下那个技能等级，机械军团好了，机械军团还蛮好用的。然后再点个还有什么 MK2 好了，我觉得 MK2 也蛮屌的。啊，不管啦，都点了啦，气。反正我技能点那么多，用完就算了。还有没有一键点满？有哎、欸，那我这边一个一个点，别气。20，好不好？20，二十。这么优质的游戏，我还不赶紧玩个？有没有？真是的，大家还不跟上个格里蒙？跟了吧，现在登录就送130的等级的角色，哎，68大职业任选，我再贴一次给你们。靠腰贴错了，抱歉。等一下，我马上贴一下现在登录送130等角色的网址给大家看一下。Bruce Willis 旅菜开台喽，看，在哪里？在这里。给你们好不好？它断掉了，完整复制到你的浏览器就有了，就有了。130等直接送，玩一玩不吃亏，免费，就跟看看不用钱是一样的心情。好了，我要来连续技模式了 ，Combo Star。要怎么 combo star？ 没有 combo 啊！我不是很理解他的 combo 要怎么扛。我觉得这是错的，我再看一下他 combo start 到底要怎么弄。combo start combo 零 kill。再看一次啊 ，combo 零 fail， 钢铁傀儡，钢铁傀儡你走了 ，combo， miss， 好，我会了，我会了，现学现卖，
我是不是还蛮会的？我马上就学会了怎么 combo 了，有没有康？大家快跟我变后！那现在都直接上了，你还在变后？我要 combo 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空窗期的感觉，我会了，我要骑车车了，再会喽，先走喽，那我去打强一点的，再来个屌康一下，我去找刚刚后面那种肥宅，钢铁傀儡好像也可以，钢铁傀儡也蛮硬，这里这里这里，刚刚这一区，哎，准备好 ，Go。哇，失败！他那个好快哦，他是不是有些招式不给扛啊？啊，失败！他突然跑条了，跑皮儿啊！哎、欸，对呢，我还会没有那个没有魔呢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哦，他死掉了。不行啊，这个我没有办法再往上扛了，这个一下就死了，废物。啦！我想说，为什么都接不起来？原来是他死掉了。谢谢 B H 四六五八 B H 四六八 T W， 还有哈鲁四三六，感谢。看看有没有强一点的。哎，你干嘛、啊？关你屁事啊！哦、他好硬哦！哎、啊欸，普攻，普攻如果也可以那个衔接就好了。我看一下后面有没有更强的。哦，哎、欸，这边死路了。这里要怎么走啊？这边是不是就长这样而已？哦，另外一边好像也有路，走另外一边看看。哦，一个看地图跑法。嗜血伴奏了，走开啦！这不是你们的吗？南蛮人碰着血车啊啊！野狼业务，谢谢西诺卡克拉四四八二，谢谢。啊啊啊啊！哎，阿桥怎么断了？靠呗！阿桥断了，我怎么过去？干你妈！这是我掉的东西吧？这里有副本哎、欸，哦没有啊，这就是我来的地方啊，没急。还有没有什么好地方可以走？没有呢，我看最强就只有我们钢铁傀儡了，来打钢铁傀儡看看。好，先强化一下。感觉真的很炫，旁边这不就水小，跟他没关系，还被打死，发光之石，还够 ，SP 不够，不能够使用连击，不怕，我刚刚有大哥送我的 SP， 这个我一定吃，有没有 ？SP 还有那个，还有那个格数，让我吃吃吃，看冷却时间太长，好吧。
还在 CB， 我按下去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失败！哎，我也是蛮会接的了吧？虽然不知道再往后接会是长什么样子。谢谢 ZU 什么东西？Spend， 感谢感谢。想要再找个钢铁来打、欸。他们打一打会站着不动、欸，哎，看不起我。这是不是要一次拖一群比较有劲儿？而且他妈还挑衅我。他们是在放法术还是在挑衅我？靠北啊！喝水。失败，可恶！他又被我打死了。角色太强，玩不起来。好，一次拖一群，好像比较效率哦。不行，因为怪太少。哇，用滑鼠就可以甩尾，真的屌！哼，谢傻逼哦 ，RKK， 就拍两，感谢。妈的东西一定在挑衅我，会我妈觉得有点干。怎样是啊？哎咻哎呀！哎，又死掉了，妈的！有钱喽！我曾经过过穷苦生活，我现在看到钱就要捡。M 相西乌巴西 ，M 巴西，多拖几筐。阿西乌巴西。好了，我拖好几只了。这样总可以了吧？哎，好快！那就是最后一下吗？啊！哦，这钢铁傀儡一定是那种吃力不讨好的怪，每个地图都要放个一两只。小时候就会觉得，干这怪特别难打，一定特别会掉宝，或者是掉东西比较好。有时候打死给你一坨屎。妈，还挑衅我！蛮奇怪的。哎，是是。华而不实，刚刚那一招，这个比较帅。嗜血土著啊，南部人别。
电影。我看，高屏大桥，差不多这种感觉。而且黑加白是黑白，感谢感谢。好，56分了，其实也差不多了。哎，这个是我们黑色契约，再贴一下网址给大家看。限领130等角色，就你知道打发时间玩一玩，也不坏事，反正不用钱。还在腰会着咬，超危险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虽然穿的是皮甲啦，不过这样穿确定一下好了。不知道这个手肘这边的东西怎么固定啊？如果真的很硬的话，手在弯出去的时候应该蛮痛的。哎呀，枪又这样甩来甩去都不会勾到啊，勾到就会飞出去了。那奶又露出来给人家看，真靠北。这样到底有没有战力？你看，干哇！他直接用他的左脚后面那一根穿过自己的右脚，哎，这样没问题吗？大姐，哇！这后脚跟坏死，再起不能。哎，如果说人家攻击你的头，这两根还可以给你一点防御的话，还可以接受了。后脚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传过去，他还是可以跑。哎，我看一下，哎 ，My Home 6206，感谢感谢。哎，弄个回城池，回城喽，最后感受一下这个游戏的世界吧。喜欢这样跑来跑去，看一看到底有什么。有什么沧桑中带点激昂？这城是开放的，可以直接进来。啊，如果有人把怪拖进来，一个3秒就被打死。哦，这游戏可以倒退撸，给我们一点江南 style 的感觉。好了，要跟我们的新装大和号说再见了。这一定是创角的人设计出来的那个名字。现在都有过来，好，不错不错，希望我们工商的那个服务人员可以再取一个更来劲的，就取一个一看就知道是我会喜欢的名字。那还有无人跷跷板，太恐怖吧？这是给人家玩的，还是来搬东西的？哦，应该是搬东西的。哎，有没有货物拿上去就不用爬这个楼梯了？这个年代的人就是这么懒，爬这个楼梯又嫌麻烦。直接从那边，哎，来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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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丢下去这样。明明都有什么新车、星际飞车、虚空召唤，要冲枪手了，结果这边弄的那个东西，竟然还是这么老套，差不多民国68年的东西吧。好，谢谢大家，9点了。那刚刚大家如果想玩看的话呢，有这个130等账号限领玩看。那我们就休息啦。哎，感谢各位今天收看，再见。